好，来继续来看华联空军第五联队一台 F-16 的战机，顶个月17号载入海，也继续搁咧找人找飞机。结果负责维修 F-16 战机的分队有四个士官，竟然是伫营区来开趴、食酒作乐，搁惊人唔知落下这个影片传去咧群组讲电，严重违反着军中的纪律。这个空军司令部将展开行政的调查，严加处罚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大。而且你明天还收假哎，你没听过老兵八字轻吗？老兵八字轻，饮酒爱说理。不过华联空军基地所属兵早就去营区饮，严重违反军纪。营区大门加强查验，机车后斗全部嘛拢爱拍开，进入检查，就是惊有人走违禁品入来。华联基地第五联队负责收 F-16 战机的分发队，拢总四个士官伫咧营区内底饮酒，搁有影片传去军组讲电。空军司令部无发声明，遂开始做调查，针对四个士官犯治安违规伫咧营区内底饮酒的规定，加以处罚。因的顶司无好好管人，卖追究责任。顶个月17号失事 F-16 战机，即卖还阁继续伫咧雨。即摆所发生营区饮酒的攻击事件，顶个月月底，某一个消防大队士官伫咧营区路口饮酒塞车，营区纪律若是无变较严厉，实在无法度予台湾人放心。